目前所看到的话就是高加速的说明试验，它是结合了震动跟高低温的环境来做针对炮来做一些测试，目的是来了解说炮的操作极限跟破坏极限到底处在什么的状态下。所以目前看到的话，这个旅管所带的部分的话是在控制高低温的部分，下面的话是属于震动点，所以当运作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同时又保持震动跟高低温的平衡。